你好，欢迎光临。那我是梅子，今天要领送上的是 Q 的人间冒险。那听说这一款游戏是猎奇恐怖向的，就是口味还蛮重的游戏。那我决定在实况后置之后不添加任何马赛克，所以如果小店不幸的被查到然后闭店的话，请大家就是发了我的 Facebook 或者是我的粉丝团，我也把新的店址放在那边，如果被关的话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玩这款游戏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Q， 今年15岁，刚刚升上高中。我最喜欢吃的是抹茶雪糕，最讨厌的是苦瓜，因为很苦。今天约两个初中的好朋友出来吃饭，因为我们都考上了同一所高中，真的很开心。不说了，我要出门了。外面好热，幸好麦当劳里有空调，不然在那边真的快要热死了。哦，麦当劳好小哦，不知道他们两到了没有。Q 在这里，郭明明啊，原来你们已经到了。对啊，我们已经到很久啦，等了你一个小时多呢，我们都准备要走了。这叫什么？错觉。他的名字叫错觉，他本身是一个错觉。他开玩笑的，我们刚到而已。钟明明，你干嘛揭穿我？开个玩笑嘛！我才不信你们俩那么早就到了。咦，你们怎么已经点餐了？因为有点饿，不好意思。你快去点餐吧。没事啦，我还不饿，待会再去点。对了，东明你好，我觉得想不到我们能考上同一所高中，真太好了。对啊对啊，高中三年我们又能在一起了。是的，能跟你们一起我也很开心。嘿嘿 ，Q， 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班有几个超级大帅哥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听说帅到像明星一样呢。所以开学之后，我看中了你们，不要跟我抢哦。这么帅的话，一定不会看上你的。他讲的也是事实嘛，不看上我，哪要看上你哦？你们两个不要抢啊！高中卷，难道你也要跟我抢？不是啦，高中我还打算认真学习的，整天学习好无聊哦。不过也好。之后我的罪全靠你了，我的罪也靠你了。你们不要这样，这是损友吧。哼，我去点餐，你们等等吧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一个牛肉汉堡跟一杯中杯可乐，再来一份薯条吧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地震吗？地震了，快逃到外面去！头好痛！我昏迷了多久？我在这里睡了多久？今天就好像晕过去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东明尼，欧选，你们在哪？用手机联络一下他们吧。尝试拨打了手机，完全没有信号。不过这里怎么这么诡异？先离开这里再说吧。道具。嘟嘟，完全没有信号。游戏时间3分钟，保持零次，下次。
他的隐藏房间其实还蛮多的。一张诡异的画，有个按钮。等一下，这不能记录吗？这个吗？哼，怎么有一条内裤？这小好像蛮干净的。它不是箭头哦。好，记录了。原来是内裤，不是箭头。好吧，一幅诡异的画，按下去，门打开的声音，不能再看了。哦，能跑步吗？好像不行。只把肉留下来，骨头与内脏都不要了。这什么鬼？只把肉留下来。手铐哦，就先不要走，而且一直在地震的感觉。裂痕没什么特别的，不要让任何人从地牢逃走。这里是地牢？我明明在麦当劳啊。不过路这里确实很像地牢，门大概在另一边锁上了。哦，裂痕没什么。如果想死的话，就进旁边的门吧。什么恶作剧？谁写这些无聊的字条？裂痕没什么。所以想死就可以进去嘛？我已经记过路了，应该没差吧？等一下。怎么上锁？似乎从外面被上锁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好吧，我真的要死了吗？先走吧。门锁太好了，我能跑吗？铁钥匙，取得了铁钥匙，好像什么东西启动了！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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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是门开了，吓死我了！还以为自己刚刚要死了。内裤，不允许人从这里逃出去。我觉得 你怎么了？叫你取走我的头吧，这样你才能出去。什么意思？哦，怎么回事？哦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，这不是真的。刚刚明明还好好的，这一定做梦。我要怎么样才能醒来？你这完全无法接受哎！我拿走吧，你不要看着我，好残忍哦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而且他被扒光哎，这是为什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觉得这边怪怪的，等一下吧。所有人都要猝死，好可怕！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莫名其妙。我可以回去吗？前面的东西我都还没探查完，没有再进去的必要。我前面还没走哎。好吧，就按一下。咦，毒气。门为什么上拿不开？要死了！快来人救我！门被锁上了，好难受，是不是要死了？
不能搬回去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难受，这里要死了，这里要死了，我不行了。使用没有反应，组合没有反应，打电话，嘟嘟嘟，完全没有信号。GG GG 了，这 CG 图还不错欸，不去。话说我前面没有看到，所以想回去看一下。小看哦，把肉留下来。这个吗？哦，一张奇怪的油画，头与心脏的位置似乎能放东西进去。所以就这样。好哦，头的话应该是刚刚就放那个 Origin 的头吧。这也是不能进去。这边不能进去。所以我想被刚刚那个机关压死，是不是有 C， 是不是有 CG 啊？欸，这是什么？是否打开抽屉？然后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抽屉好像一张嘴哦。打开。嗯，一张诡异的照片，不知道是谁的。那脸都变模糊了。就去给他压死看看吧，那边应该是没东西，好去压死试试看，压死应该有 CG 吧。姐好像容易启动了，哦噔噔噔噔 ，CG 图好精美哦，让人忍不住想收集。好吧，继续。我已经拿到头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已经拿到头了。然后下面是毒气，今天呢？诶，是毒咪咪？诶，不是，少女。把我的心脏取走吧，对你有帮助的。哈？哎，不要！太残忍了！谢谢你，好残忍哦！到底什么地方？这样真的太舒服。这游戏真的能出来吗？所有人都必须要出事。然后等一下，你要去激动。这游戏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它只有三个记录点。是。发生什么事？好莫名哦！有血！哎 ，What？ 发生什么事了？总言之，我们的 Q 奖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世界，然后一直死。好吧，
Q 人间冒险，我们今天先试管到这里，有点小崩溃啊。好，那希望各位客人们喜欢这个系列。如果觉得影片还不错的话，可以点个喜欢。想要收到最新的 menu，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有任何意见的话，欢迎留言在评论版。那谢谢大家的光临，我们下次 Q 的人间冒险再见哦。谢谢光临，拜拜。